这段时间我在济南医院治疗眼睛的时候，多亏小乔和盼盼帮我照顾小雅，做饭给小雅吃，接送小雅。我人虽然在医院治疗眼睛，心还在家，担心小雅吃不好睡不好。现在回家。多亏小乔妹那么细心，帮我照顾她，我才放心在医院治疗眼睛。我贼笨，不会说，不会表达。今天哈上街买点菜，做给她吃。好啊，招待招待他们哈。爹妈，就上街买菜，你开车带着我行吗？行，走。走你就。小张混着鱼，盼盼混着鸡，还有我们大猪蹄，统统安排上。坐，咱坐。走。爹妈哎，我分配一下哈。你弄凉菜，我来炒菜。好。好的。这样快点。好的。到上就上饭。鱼洗一下。你知道俺要买混着什么鱼？粉个菜，红烧带点辣。爹妈，哎，虾儿应该煮了哈，我那个鱼该倒哈。好的，该浅一点。哎，智慧我你。葱姜料酒搁这个鳊鱼腌制一下，等会入味好吃。鱼跟上小火慢炖哈，我们开始炒鸡哈，爹妈。好的，点火，点火。油热了，放入鸡块。葱姜放进炒香。来，都走了，放进去，爹妈。哎，我感觉他们要来了。少来点生抽，来点牛啊，正香去腥。鱼好了，出锅。好，对，你激动了。好，到位，上桌。慢点，好不好？就感觉到马上到，小小嘴里。香。你看，俺弟来，对俺小妹来了，还带着一大樱桃来，还大西瓜还带来。啊，太大了！吃到什么时候啊？他给你买了一些短袖，我那天看到这个应该是。大哥能穿，大哥，大哥试一下吧，看能不能穿。老妥了啊，爹妈，哎，我曝光了，还不显得胖了，小妹，你看着。我反正买最大码，大姐。了解我的人哈，还是俺盼盼的。那也不要说了，什么话也不要说，吃饭，吃饭啊。哎，个鸡脱骨，好。这个鸡看着好香啊，大哥。那这必须要用心，做给俺弟弟俺妹来吃。嗯，看着就好吃。大哥，哎。弄这么多吃不了，人家又是虾又是猪蹄的，那必须俺弟弟俺妹来，我肯定要招待好，还拿旁人嘛，对。对哎呀，大哥也太实在了，这么多虾。阿弟，阿妹坐下。听说你要来家哈，嗯，我一会儿就上街买菜，来是弄给你。辛苦了，辛苦大哥，辛苦大哥。该我上了，大哥。哎，尝尝你大哥手艺。尝尝我手艺。哎，好久没吃到大哥炒的菜。嗯，尝尝这个味。还是那么好吃，阿弟怎么样？大哥是当地有名的大厨，独特的鸡腿，都经常跟俺小妹吃，咱快点跟俺小妹吵架，多带两把。吃。啊，这鸡腿好有味哦，对吧？你大哥专门把这大鸡腿留给你的，好吃吧？好有味哦，俺一打上我炖个菜，绝对入味。嗯，感觉里面好味道进去了。阿弟，我看咱今天吃么开心哈。嗯。我心里是，那大姐姐也吃吧哈。大姐，你行，你吃，你也赶紧吃啊，吃。那祝大哥眼睛早点好起来。谢谢弟弟的妹妹的接，肯定会好起来的。一定会好的，大哥。来，人家不是说嘛，好人有好报，一定会好的，大哥。谢谢兄弟，来，他个这么好的人，赶紧喝一口嘛，倒菜，倒菜。都是菜，我也不知道，炒的什么样？俺小妹说好吃，肯定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盼盼，你来尝尝凉菜，人大哥炒的凉菜是我拌的啊。哎呦，你还托人自己的啊？我给你大哥搁济南看病哈，嗯，就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雅，知道吗？在家里边把我照顾的板板正正的，哎，我就心里蛮踏实的，知道吗？大爷哈，就是姊妹的嘛，不就是有遇到事情就相互帮助一下的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嗯，对。
你不知道，有你们搁家哈，我在家马上搁在医院里头，才我才安心的治病呢。哎呀，不说了。自己家的妹妹又不是外人，对吧？对，不是外人。而且你对小乔爷爷平时那么好，小乔以前的胃不好，那几年不都你弄早饭给他吃吗？对不对？不说了，什么也不说了。哎，喝，来，大姐，生母来，好，咱们姊妹几个请他走动。对，行吧。刚才大哥，我还欠你一顿大的。什么欠不欠的？来，什么时候上我们家把你补上，大哥？行吗？不要欠，那过天让扯回来就中了。好。